天天乐财神，欢迎今天特别来宾，马上介绍丁国林，李怡景，你好，对面苏子成，流汗总比流血好，当然还有最会讲笑话的曾志熙哦，来咯，好了，人家都说孤丘比无尾，嗯。但是乌龟的尾巴也很短，为什么憋不笑它呢？五十步笑百步啊！有啊，你听过吗？可是它没有笑它的尾巴短啊。孤丘比无尾。嘿，啊，下一句。比丘孤呆呆，因为它憋笑，憋笑会内伤。答对了。憋它笑它的话，它就内伤了。又打成，可以catch到它的点。好了，来欢迎大家哈，来，马上继续我们第一个单元。抽到谁都不对呢，就是要来报仇的。只有一集，你看多温柔，很难说，很难说，是看跟谁是。试试看，如果是哪一个，哦，出在你手下，来抽，来，男生的，女生的，这男生是好，来流汗，来过来，来要配对，来一二三。冤家啊，冤家！哇塞！好，来勾勾，你们先来 ，S 要大还小？今天玩小好了啊，小哦，好不好 ？S 最小 ，S 最小，好，今天我们改变游戏规则 ，S 最小，切牌切一半，这样子是？这样，我比你大 ，S 最小，嘿，这是命啊！打爆他。见面礼而已，不需要，男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双手，对，双手很有力的。哇！来，我比你大。放下去。打到七孔流血。哦。他真的很敬业。2-0，哎，不会，哎，可以换了吗？你要换啊，对不对？随时都可以换，输家的可以有决定权。嗯，来喽，这一把如果你又赢他了，他就倒霉死了。本来是你的牌，来哦，我比你大，哎，好厉害，没换，好硬啊！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讲话，那就换，也给你换了，没有办法。你到目前没拿超过我。对。3-0。好。滚。这个不痛，这个感觉不痛。你们还会讲风凉话？你来被打看看。等一下就被打了。还要不要换？算了。来哦，我比你大。孔刘，阿子熙，沙拉黑哦，哦，哇，3-1，哎，我比你大，很大，哎呀，哇，刚刚改回来了嘛？改回来，刚刚改回来了，拍谁哈？好，哦，还是3-2。来不来？还是苏子成获胜。恭喜苏子成！来哦，我比你大。哇！啊呵，请打。一个幼小的身体。哇！哇！哇！阿姨打很小力耶。阿姨已经使出吃奶的力了。好，而且不要怕头发乱。1-0，我比你大。哎。我都抽到这种不吉利的牌。哎，这个位置在哪呀？哈喽哎，这个有大力，这个有。哎，要输到第三把才可以换牌。哦，是哦。没有，都可以随时的。看他高兴。输家每一把。啊，他换。不要说阿姨欺负你哦。来哦。2-0，我比你大。来。不妙了。哎呀。
血了啦。不要给你流血，流惨，给你流泪就好。哇，这个很小力耶。上次看到什么？啊，小鲜肉在，来3-0，来直落三了，直落三了，我比你大。新人，新人。哇！哇！这样子好吗？不要，要换。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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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比你大，来，来，来。比他大了，现实报警，哎，下下下下。阿姨，对阿姨，来来拍姐，拍姐，哇，肖蕊，很小力，你是可以的，打直吧，对啊，4-1，哇，恭喜我们郭玲姐获胜，不用那么平均了，随便，你要哪一个？我给我选啊，好，给你选，好来，来，我比你大。不是，我是位置问题。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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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不要哭，好。鼻腔有点血。来哦，我比你大。哦，很大了吧？这个大了吧？耶！爆头爆！拿前面一点叫。叫！叫！有用心，有用心。OK OK。1-1，我比你大。一人一次，战况焦灼哎。长得漂漂亮亮女孩，怎么下得了手？对呀。这叫下不了手啊。还好吧，他打你那一下多用力啊。对啊。你刚刚好那一下，你这一下下底一下，真的吗？太敬业哦。好。有打到里面的那个点，哦，真的吗？真的有打到点，我专门打那个点。哇，好冤啊！对啊，准备好了哈，来哦！我比你大，哇，大大，哇！哎，真的，一人一往，战况焦灼。这样子，拿前面一点比较好打。叫！叫！叫！叫啦！叫！为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！真的很用力，2-1，来，没有2-2哦，2-2这个关键，这一局关键哦，那么快就2-2了，关键关键，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我们各自切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抽一张的意思吗？好，各自抽一张，来也好啊，来，我比你大，快！你这不用看的啊，随便抽一个 S， 对呀。再给你一次，再给你抽一张，再给你机会。我比你大，我大了哦。好喝。奶哥不好意思啦，奶哥人好好。喂，当按摩喽。当按摩了。哈！真的比较惨。啊，3-2，当然我们积分最高的还是我们的丁国林姐姐，恭喜啊！好了。待会你就先来叫牌了哈，来，我们进行下个单元。好，来集中单元，怕死不怕死？好了，陈志新，哎，啊，今天想不想玩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起玩嘛。有时候偶尔会想插个话，先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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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，很厚。那你第一次来，你。那你6，好，这样子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看谁装，先叫牌。3，那个苏子成，来，流汗，流汤，流血，来，看大家的牌。好的，先看丁国林的牌，苏子成，群群，奶奶，李一锦，流很多汗。牌都不小哎，啊！哇，你的好大哦。那我牌一定不大，你这样讲我就应该不大。来，刚刚是你，对，先叫2开始，3、4、5，2开始，2、3、4，往哪里？
这边。还要弄啊？一定是我，我告诉你，一定是我最小。现在我要看。啊，对不起。你多少？二三四。五。我回转，他不会怕是害我。你要看看这边啊。对，回转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我五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六就好。六就好，你看会玩啊，会玩啊。哎呦，哇塞！怕。六就怕死。他怕的。比我还早哎。他也怕。来，丁国林。七。七。七。应该不会那么衰吧？这不可，慢着，这很难讲啦。所以七我没中。八九。八九。哇塞！很敢。出生之赌的话不会火。嗯。哎，我九啊，那我是，哎呀，你多心了，那我多心，他太笨了，就是多心他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？什么叫巧？啊！哎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新人要多亮相、啊，多亮相，哇！话说吗？来来来，大力一点。很痛哎，很痛，医生哎，很痛。我还以为要刚骂一个小脏话，结果没有。我以为还好，就很真的很痛。来来来，女庄家，好不好？男的打完打女生了啊。好，我的。我要打你。弄不到我的啦。都这么大，不然不好玩。哎呀，来看大家的牌。好，先看丁国林的牌。苏子成、凉凉、奶奶、李一景，好俏皮啊！流汗哦，流汗，二开始，二开始。你要从哪一边？你要从这边还是那一边？你左边还是你右边？我左边好了，从这样子。从一景，那从我吗？没对，从这边，从国林姐，从国林，从国林姐，左边，对不起。三四五，二开始，用力啦，二三四，五六，手好灵活，眼睛很灵活，七，大声一点，八，三，我好难哦，左右为难，我前面你好喜好嘞，会吗？怕死。八我若怕死，那喊九。我不见得会喊哦。真的、啊。我说不定会回转。九十。怕死。你以为怕死都躲不掉吗？我要告诉你哦，你是十一哦。来。我摆明了就对了。摆明你是十一啊。哦。给你机会了。要如何逃出升天？你回转，我可能就怕死。还是我们就这样宝贝，好，这样好。宝贝不会跌丢啊。那等下如果是回转的话，奶哥也滑一下。哎哎，怎么样？他蛮懂得做节目的，有一点效果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要不要休息两个礼拜？他来。这么多人要取代我啊？哦，哇哇，好不好？好，回转。回转那就是奶哥了嘛，对不对？十，我刚刚十嘛。对，他要宝宝宝宝回转，那我也宝宝。你也要宝宝，好不好？好，回转就是你的。如果 pass 就过了，好不好？就过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丢，你看是不是很紧张？哪个？好，你看拿起来，他是回转。比较顺呐。奶哥，怎么？你要喊一二三。哦，我没这个习惯。你之前都有喊，真的吗？有，你上次有。我真的上次有喊。你是不是要哭了？我现在掉袋子好不好？看是不是。一、二，那你们聊一下，你想生孩子到现在身材有没有一点点差别？有啦，有胖。看着，跟观众讲。有胖了，大概。没打好，真的没打好，还 OK 啦，还 OK， 我觉得没打好，再一次，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呢，没有反应呢，就不好玩了。有，我们要剪掉，好不好？来，眼泪快掉下来，效果啦，来，放过他，过来，现在三张牌，
三张牌的总和。你要干嘛？刘汉，你站着就好了。刘汉，写个汉朝的汉也好。对呀，这个刘汉就很好。因为刘汉嘛，你念出来也是很有趣，要有情感。但是写起来很有这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说话吧，就叫汉。你是庄家。你是庄家，我是庄家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三张牌被打晕了，打晕了。来，这边。好。嗯。二三三三，哦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是不是陈？十十一。不要玩酒，好戏就不要脱贫，对不对？好戏卖脱白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你确定？不要来这一套，你吓我。十五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吓我。十六，过。十七，十七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是很有种，你真的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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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他很 man 的冲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冲过三个，接下来我们就紧张了。紧张了。粗大胆。因为二十啊，其实就已经慢慢接近这种左右危险地带。左右啦。Danger zone。哦。什么 zone？ Danger zone。嗯。弄怎么了？讲二十，没有，他到二十的。对啊，二十刚刚叫。二十一，二二，结果是二十三。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。哇塞！没有啦，其实中了。什么谁？谁？什么谁啦？二三。我叫啊，啊对啊，二一嘛，我叫二十二啊，他二三，要喊一二三哦，圈子很薄哦，等一下你要打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好了，左边，左边啊，左边这边喽，对哦，可以喽，好，这边喽，好啦。真的吗？还是对啊，的声音。不是，因为观众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布料，因为你可能都演的比较，对不对？演的比较大啊。可是刚刚那票很大，很大声。没，你要不要试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反正你今天跑不掉。等一下还有第四回合吗？有。所以是我先开始喊吗？你这回打完就休息了。休息休息。对。我不是庄家了吗？你是庄家，但是不是打两次就要休息了？你觉得很失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要。他觉得很失望，他想要参与。我等一下跟你单挑一把。单挑。好。你是火象星座，对不对？射手座。火象星座，一看就知道。拎起来，这一次我要跟你单挑。好好，会跟空气对。我很想这一次，我现在打的，刚刚打有点闷。这一次想想就不痛，想就是麻，想也会痛，有一点点刺。我想你先休息，先把伤啊养一养。等一下，我们再玩一 round， 我该跟你单挑一把，好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好，你也休息，因为你也打过了。来，我们四个人，来，我一，丁国林四，好，两张，六，小梁，两张。两张有时候是三或四哦。你要往哪边？这边。往哪边？哦。二开始。二开始。二三四。二三四。五六七八。还没有。你七八跟八嘛？七八没有没有没有。九就好，九就好。十，差不多。十一，过吗？过十一。丁国林，十二，十二就好。
十三，十二已经中了啦，他故意还敢弄我十三，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有没有？聊一下，你想生孩子到现在身材有没有一点点差别？有啦，有胖。看着，有跟观众胖，有胖了大概。这也很薄的衣服。这里也长胖了，要看吗？要。大姐多敬业，你看都知道是该缴了。该缴，对呀。啊！好，这样比较小。你为什么要下？没有，他第一下他手一下在试，第一下在试试位置，没有弄好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因为我是主持人啊，不好意思。来，你啊，你过来，过来，那个一三，嗯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看。好。庄家，哇塞，哇，加油。一样啊，哎，啊，二三，不可能四啊，对不对？四就好，五就好，六七八，哦，点之中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我不能 pass， 我 pass 你会弄，对不对？你回转很难讲、啊，怎么着？我回转就是他，不会，我会用丢的。因为现在是，但基本上是你们两个攻我一个了，好不好？回转，九，哎，是多少？九，他叫六七八，我告诉你了。六七八是险棋耶，万一他回转，他现在先欠我，谁叫二十一谁被打，就最多叫三个数字，好，好不好？就是一二或一二三，最多叫三个，好，你先叫，一二三，哦，四就好了，五，对了，我一随便叫八，九十，七十二，十三，十三就好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嗯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可以说。我不舒服。这段要不要剪掉？那这怎么办？还没叫完，我怎么知道他干嘛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十七。十七啊！十八。十九、二十。来，两个出来。哇！是有几啊？这样子啊，打两个吧。这样子啊，对啊，你要喊一二三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来哦，一。等一下，先打谁？我不能讲啦。对啊，搞不好一起啊。一加两张，哎呦，已经四张去了。刘农抓错了，说谎啊！一、二。来，好，看你会先打谁哦，不知道哦。怎么了？不服气了，那我们再来一次。今天很敬业，对不对？好敬业啊！那个，好来，进行我们下个单元。
开心啊，很开心啊，因为他今天没有参与被打行列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因为这女孩子多嘛，对呀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恭喜丁国麟哦，哎，现在你先有这个发言权，发牌权，好，加油了，六张牌来，六张，你赢过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这两位你很熟啦，刘汉啊，好，哇，把那个字改成秦汉的汉，知道吗？好啊。来来看看大家的牌，来来先看丁国麟的牌，好，不要让别人看到你们的牌哈，来苏子成，来刘汉，对面三号刘汉，李一锦，好了，来啊，不要让别人看到你们的牌，来先叫丁国麟，一张是，张苏子成加一张，加一张，流汗总比流血好，只能装上一家哦，流汗加一张，我看我这四张起码有两张是骗，那丁国麟第一张一定是骗的，了解我就好，干嘛讲，你看看这两张真的，两张他这样就出掉三张，等于一半就去了嘛，那我就再加一张。第一张都在骗，看到没有？抓啊！嗯啊，你要抓第二张，不是很熟的吗？这个单元没办法，怎么了？是时候要抓一下啊！是时候抓你就要七张牌，没关系，好，这样比较好，不可能骗的啊！第二张我知道，你知道还要抓，但我不能出啊，那你可以 pass， 你可以 pass 啊。被打傻了，你又不是没来过，哦什么？打傻了，我忘记有 pass 哎，哎呀，笨笨的。对呀，好了，来吧。应该有四张了，对的，应该有了，应该有了，因为他后面两张一定是真的嘛。人心不会那么坏。你看看看，有没有？三张没有哎，但我有这个。哇，对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斗一斗一张。对呀，不要给他们看哈。好，来来来，好来。抓你抓错了，你叫牌。来，一张 Q， 抓。也抓错了，也才多拿一张。这样，他就是专门跟他过不去。我也只能抓他。对啊。一张 Q， 好，抓到了，来。当时，刚才他拿了一手，对不对？刘农，刘农，刘金，加一张岁月，十，刘金岁月啊，对，没有错啊，没有错，十都在他那了，没有可以 pass 啊，大家不要忘了啊，你没有的话，你不想抓了可以 pass， 刚的十，刚的十根本。他只拿三张而已，他不一定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就只有因为只有你自己出两张真的，没有我出两张，他出一张。哎呦，哇，你聪明呢。pass。苏晨 pass。你们两个自己去拼输赢啊，反正你们俩牌那么多，对啊，我们可以等着看戏。加三张，干什么？哇，很厉害。对，他刚刚那一手收了三张十，哦，所以他现在就三张十，你现在剩几张？三张，剩三张十是真的，现在出五张了。抓，他一定抓的啊，只能抓，这一定是真的，一定真的。好，还有三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先对吗？没有，那你叫啦，你来念唔对，我你先叫。怎么叫呢？不会吧？两张 A， 加两张，已经四张去了。
抓。刘农。说谎哎！好，你已经剩一张哦。哇哇！啊，这个收好，现在你抓，你叫牌。丁国林剩几张？三张。三张。苏子成。四张。哇哇，大家拼了啊！小心不要叫到李一景手上的那一张哦。一张蛋。一张 Queen。就赢了，但可见得不一样。没关系，加油。一张什么？一张 J。一张 J。加一张。加一张。我很紧张哦。抓。漂亮。为什么一直被抓？出蛋，我出 J 啊，所以被抓去他那边了。我就快有一副牌了。丁国林，跟你报告一下，你的下家两家，一个剩一张，一个剩三张，你叫到他的牌你就输了，你叫到他手上那一张你就输了，所以你现在看你怎么叫，你也剩两张嘛，请出牌。一张蛋，一张蛋。这么准，那就非抓了啊！对啊，一定要抓啊！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怕？你就不能忍一忍？你为，因为他一定要抓你啊！他一怕死，你就脱手啦。哦，对吼。那么笨。我不会玩嘛。你什么不会玩？你前面玩得很好。真的，他前面真的玩得很好。好可惜哦。来，该你叫。一张十二，你还有几张牌？还有两张，还有两张。郭英杰剩几张？剩一张。你可以 pass， 你不要忘了哈。他有啦。没有，我是这样讲。对，我 pass 他放了，他就赢了。那你不，他不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十二？你管我，你只要记得，你不要再说谎就好。十二。丁国林，赢了吗 ？Pass，Pass， 苏子成，加一张，加两张，赢了。抓，只能抓。他这张应该是假的。哇塞！我今天一定要赢你！哎呀，好厉害哦！哇，恭喜李一景！今天大家玩得很漂亮啊！来，进行我们的财神商店。恭喜李一景啊！哇，厉害！因为每一段他都要开场，都要弄一段，这一段要不然很空洞，好不好？很活泼，对不对？喜欢你这样，你傻傻的，我再练好一点你就不用来了。屁嘞，怎么可能？好啦，你是第二次站在这里，对，对不对？跟你报告哈，一样的，有30万、20万、10万的奖金。还有另外四个奖有超深水洗碗机价值25000元，抗氧化水摄影机价值30000元，质感双温酒柜价值30000元，还有移动冷暖空调价值32000元。1到20号来，再给你机会啦。那不然你来跟我们玩2选1嘛。好，注意听哦，我会先叫10万，还是后叫10万？如果再往上加也没有意义了，对呀，对不对？7万跟10万有什么差别？那你也换也没意义了。6万，来，什么？10万吗？好，注意。
注意听哦，我会先叫十万，还是后叫十万？二号，十七号，有一个是十万。十七号，为什么不选？为什么不选二号？原因是，因为相信直觉，直觉啦，就觉得是十七号，就觉得十七号了。射手不会坚持十七号。好了，好，所以十七号有可能是小甲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五万哦，五万，你要开始没有声音了哦，嘴巴又抿了，到六万的时候嘴巴就会开一点了，一点点动，五万，我一半呢，十万的一半呢，换，是我就换了，我也会换，哦，六万，六万。我怎么觉得你有在网上加也没有意义了，对呀，对不对？七万跟十万有什么差别？对呀，那你也换也没意义了。六万跟十万就好吧，我们就赌十七号吧。好，这种个性，哇塞，好有个性哦。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在节目上不好讲。对，因为这种个性，男孩子也很辛苦啊。嗯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什么？十万吗？收起来。没有，我是说，跟你讲，这最多也就十万了。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干嘛？那你要我只给他看一下，他盘点一下。盘点，告诉你，这个节目最多十万。你叠十万，那也有换啊。对啊，因为跟十万不用换啊，对不对？就一定要这十万啊。对啊，那个还搞不好不是十万呢，这个马上就是十万了。不会啊，这个一定是十万。六万不换，不换，要十七号。对，来，马上进行，天下无双。天下无双。十七号坚持不换，出牌。每个人都会抠大拇指这样。我刚刚跟你讲了，看看对不对？这是紧张。好啊，紧张就会抠大拇指。他等下还会吃片装的巧克力。赌神啊，那就试试看吧。好。你刚聊什么？没有啊。没有。没有，就闲话家常。请开牌。出到十二，来，一比零，一比零，出，好吧，刚刚出十二，这一次会出十一吗？可能是八哦。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刚刚你这十七号什么？让他血压飙高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先来必怎样？最好用。为什么要这样？现金十万元。十万元 ！Oh my god！ 好紧张哦。请开牌。一比零，哇，十万块压力很大。上礼拜送那个十万，今天他会不会又输十万？哼！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哇！请开牌。绝招！第二次挑战天下无双的李易景，到底可不可以击败奶哥抱回奖金呢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告诉你哟。
开牌。卷走。像样。哦。哦。越来越厉害喽。哎呦。一瓶。一瓶。哇，现在我们决战大概就在鬼跟 K 了。十一吗？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我觉得，我也觉得要不要换？我觉得是这个。这个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嗯，那就说这个吧。要不要换？不换。不换。不换。这个好难玩哦。请开牌。两次了，磊哥，你是不是对你的婚姻？输十一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吗？因为他们刚刚，他们刚刚先是鬼牌跟十三战士，哇塞！他出鬼牌就赢你。对呀。好难出哦，不是流手汗。现在是二平哦。二平。嗯。我们会不会打三平？不一定。三瓶，那我们输了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没差啊。不如，啊，嗯哼，因为没有来玩运气好了。你为什么要放弃你的人生？不要放弃，真的不要放弃。我觉得不是放弃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。好啊，好。不会，因为我上次虽然只赢20块，我也是到第最后三张定胜负的，真的。可是太难选了啦，哪个很难猜？没关系。你现在打得很好啊，对，真的，因为我前面都跟他平，然后靠后三张，真的，所以你不要放弃，而且10万赤裸裸摆在那边，真的不要放弃。八勾鬼，因为我觉得书城帮你当那个师爷当的。八公是什么？先看李锦的牌，磊哥的牌。哇哦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出八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八我出了，打到你的八我平，打到你的鬼我赢啊。嗯。所以你也是这样想吗？没有，他是依直觉出的。对。你看我们是有逻辑的。我出一张牌，我最起码一平，我还可以一胜。因为我觉得你的逻辑实在是太难猜了。我的逻辑这样子很清楚。我们走一个乱拳打死老师。现在是三平哦。三平。三和，然后一平，就是各一胜，这一把就决定输赢了啦。好像是。你要选左边还是右边？这一滚，这一滚。哎呦。给你选。那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给你选。靠近心脏。靠近心脏。给你选嘛。我不要选。我上次选，这次不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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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我好喜欢你哦，一起。那我也。自己选。好不好？好。靠近心脏。好。好不好？好。不是，我什么都不要看。你也不要看，你也玩蒙牌了。我没有看啊。你也玩蒙牌吗？叫。你真的敢这个礼拜要输10万吗？先看李一锦的牌，奶哥的呢？哎呦！哇塞！哇塞！四平。好了，你赢啦！你干不这样？四平真的不容易，真的赢不了你耶。没有，其实刚刚应该你不会赢的，因为这样就算这样的话，对啊。你也是输，哇，10万块，哇，留住了，太好了，我一定要赢你，好，下次再来，谢谢四位，好，感谢观众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8点整准时收我们的天天乐财神，谢谢，谢谢观众，谢谢。